请收看《卫星世界大地风水》。是方陈地师陈师在的，现在咱在啊新竹县啊关立五峰乡花园国民小学，这个所在确实就成一个花园。啊，四边呢拢是只山，哦，高条条，啊，那像一粒足大粒的花瓣，只四个人边呢。拢像这花瓣都五瓣呢，啊，所以五瓣呢，那像花呢，一花呢开五个叶啊。啊，这个花园国小这个所在呢，学生才有200个，啊，咱这是山区呢，因只大80户嘛，啊，有出外口学啊，啊，咱这个学校呢，门口啊，遮个伊个民族性。的本性、民族的精神，啊，这上优越花园国小校长伊所雕刻的，这是学校的守护神。啊，这守护神呢，啊，伊校长是爱刻啊呢，伊嘛希望讲第一，将伊的这个民族性的魄力、民族性的人，吼，伊的啊思想、伊的神、伊的真。越威越可爱，就有安尼个雕刻起来。哦，咱啊嘛校长嘛，我足希望讲，这个各界咧，闹趣味的内容该有，伊嘛真乐意咧，教大家做这个雕刻。好，咱已经大学，好来到这个所在咧，拄只当着一老菩萨，76岁后巴上老菩萨。身体足健，听你讲话头发都足清气，所以这好山好水，人住伫遐咧，头发一定足清气的。哦，这个咧，就是咱哈住伫好所在，这也是大地的风水。咱将这个大地的风甲水的环境咧，咱头发清气，咱就袂糊涂。好，那么这个国小咧。啊，咱伊只个图咧，啊，地方伊只做些图腾咧，是真正单纯，真正素，真正雅。咱来看伊这边只个围墙，这个社区规个咧，吼、啊，这个图腾吼，遮尼水咧，啊，真正素雅，够有精神，够有力量，吼、啊，这个啊，真正难得的一个民族性，遮赛夏族。太雅族，啊，这个所在真特殊的所在，80户，啊，有5间教堂，哦，可见这地方的哈人呢，啊，这百姓非常的纯，拢尊敬天、尊敬地、尊敬上帝。哦，咱在台湾这真大优点，各地方拢有庙，啊，哪有一间庙呢？啊，就等于。比一间派出所，比一间警察局的力量搁较大。那可见，在这个山区，咱人伫深山内来，咱爱找着咱精神、生命的信仰。啊，这咧，咱的基督教、天主教，哈、啊，这上帝的慈悲，啊，降伫这所在咧，好、啊，甲咱这个部落、花园部落，啊，保庇。
啊，感受福。啊，咱这感觉一摆到这个部落咧，咱会真感觉到，感觉真正啊纯净，真正安静的感觉，真正安静。哦，这点咧，哎呀，是咱所住的所在咧，嘛是风水的发迹。所以风水有大风水、中山风水、小风水，啊，这个咧，甚至中局的风水，咱若一旦融入到中局的风水咧，好，咱就已经好一半，平安一半。啊，然后咧，咱厝内底的风水咧，咱依法咧，啊，咱来拜贴，安尼来咧，咱自然咧，好，咱家家户户一个平安。啊，今日咧，来到这飞龙部落。啊，面顶是罗山，啊，面顶遐是罗山的林场，真宽，啊，130多家，综合起来500多家。啊，咱唐教授咧，再去加工之后有500多家，会用共同来使用开发，甲咱易经大学咧，啊，来共同来配合。啊，咱今日咧，咱请到咱原来啊，教育部体育署署长，也是体台中体专校长。哦，也是啊，师范大学休闲好、啊、管理学院的院长啊，退休啊，我请来啊帮忙来啊做这诶，咱易经大学好，易经风水学院好，咱的诶个院长呢，好来甲咱啊做一个如何来发展到这个所在，会当休闲去这个都。啊，这个生活呢，现在咱请啊，甘院长、啊甘姚辉、甘博士呢，啊，请甲各位来开始。啊，各位，今仔日真欢喜来到这个罗山吼、哦，这所在是伫新竹的竹东镇。啊，义津大学很荣幸有机会来参加这个规划。这个规划最主要是要作为义津大学的实验的一个教学。从远古到人，它这教学区目前暂定叫做生态啊、环境这个特区。这个区呢，主要的意义就是讲义津大学或者是义津的理念。原来就是伫探讨人甲人要安那很调和的来生活。啊，当然第一步你都要先学人要安那甲主人共同来生活或者生存。这个生存的主要原则就是讲互相照顾、互相依赖、互相考虑。最近美国有一个足有名的期刊。有一个研究报告，伊讲，若去这个山区，也是郊区，经常去啊运动、散步的人，这种人，这个精神上会较稳定，啊，精神的压力会比较少，而且比较放松。啊，由这种态度的结果呢，人的注意力会较集中，啊。人呾呾呢，就对家己较有信心，啊，对人就会较和平相处。啊，即马呢，若安尼看，并不是所有的所在去散步、去行路，都会当达到这个目的。啊，今仔来到这罗山呢，啊，发现讲啊，这个所在就是最理想的一个所在。所以目前是准备讲，伫遮要来规划，除了生态这部分以外。嘛，要规划讲，游憩、休闲、运动、健康这几个角度，包括有一些步道啦、脚踏车啦、走路的啦，还有甚至于攀爬等等，拢会当伫这个所在来做一些规划呢。以上甲各位做报告。好，啊，谢谢咱的简院长，啊，伊对这个啊休闲。啊，管理方面呢，啊，非常有研究。啊，伊是咱台湾中华民国啊第一位啊得到伫美国啊运动健康的博士。
所以啊，咱咧跟一定在十一二年前咧，和咱台湾伫亚洲啊，这个运动亚运咧，十外块金牌，啊二十外块银牌、铜牌，啊成绩上好的一个时阵，和咱我相信咧，和咱这个罗山林场，啊在含一间大学，咱所有的同事有尊重的共同来配合。好，共同咧来贡献到国语的智慧以后咧，我相信会当造福到未来更加侪人。啊，咱也欢迎咱台湾啊，外国啊，咱所有的乡亲，然后时间的时，咱来承接啊，得当一下五峰乡，咱这个花园部落啊，咱罗山林场，恁在电脑面顶来点出来，罗山林场对吧？好、哦，要安怎行真清楚。啊，咱遮即摆开始咧，由罗董事长啊，伊咧渐渐会来规划和北京大学规划院院长张院长聪明先生啊，会共同来配合来规划。希望规划一位伫台湾非常有水准，啊，而且超越世界水准的罗山林场休闲的所在。好，一只简单甲各位介绍。啊，咱各位受访陈女士，现在咱伫花园部落，诶，花园国民小学头前诶正面好评。啊，咱若看到这个地势咧，啊，我都互我想到伫啊加拿大，啊温哥华。啊，不插朵花园的这些，啊，不插朵花园是世界上上水的一个花园，上好经营。这个地势甲迄个地势完全，哈、啊，有七成到八成的相像。若是这所在甲建筑、花园、农作物、啊休闲、农场，或者甲起一个。民宿，让外围人会当入到这个所在，啊，来这享受到山河大地的灵气，啊，这来住伫这，欣赏到花园，欣赏到这真清气的这个部落，啊，咱这这侪教堂，各种无同款的宗教，恁用去拜上帝，啊，拜上帝是咱的心，或者拜上帝。所以信啊，上帝得永生啊，信上帝都用信心，就咱得永生。这一点是真正重要的理念。啊，那么遮呢？哦、啊，咱会使哩去哩罗山林场，看见遮也做不到。啊，遮呢？哦、啊，啊，过来到遐有迄个瀑布。啊，咱了对这里，直直去哩面顶遐。啊，一天在这运动，一天两天运动，啊，在这呢，咱这所在，啊，真正真正福山，啊，真正真福山呢，啊，咱就会当，啊，大家就像山啊配天地，啊，也拄好嘞，啊，咱这个林场，我的老婆山，罗当时的老爸一灵尊呢，名叫做罗吉婆，罗就是四维罗。好，罗罗网罗，啊，咱来遮运动来遮行呢，会当接到真济福报一年。啊，咱也希望讲，伫咱这个遮所在呢，地方的变成朋友啊，吼、啊，因会当啊都了解到，啊，这地震奇力，地震奇力，但是你歹利用好着，那利用唔着呢，嘛又果颠倒破坏地方的环境保护甲生态。啊，是遮咧，咱委员咧，啊，有一天，哈、啊，咱的愿望会当达成。学习易经风水，帮助您成功选择风水吉祥的住宅，改善周遭。啊，各位受访陈女士，现在咱的啊花园部落花园部落，啊，伫花园国小面头前，啊，由咱的罗董事长罗山。罗山林场会当市长咧，啊介绍咧，啊拄啊咱着
哈，花园部落的啊船长，嘿船长，啊伊也专工伫山顶撞会，专工来，啊来欢迎着咱啊罗董事长甲大家，啊咱罗董事长咧足客气，啊伊讲咱伊只无钱，啊但是世间上一项钱买袂着空气。你看，咱一个人较有财产的人，较侪钱的人，哪有客咧？一口血无都拢袂，较侪财产都拢无好。哦，咱就爱去伫便宜买氧气，啊挂咧，爱用钱去买。啊，有当用钱氧气嘛买无咧，啊嘛是无遐有滋养，也没有那么好的氧气咧。哦，所以咱彭村长非常谦虚，啊，这个地方告诉各位。啊，最好就是空气而已，空气是无价之宝嘛。啊，咱啊彭村长哎，他还说是我们的每天早上啊的忠实啊老祖的信徒，啊台式的信徒啦。我也希望啊村长呢鼓励全村的啊乡亲呢早上六点起来看看啊我们台湾电视台式六点到六点半的啊这个节目哎。啊，若是大家欢迎，啊，我们一星大学干化呢，来到花园部落这个罗山林场的宝地，要让我们经过一些啊，我会带很多啊那里十方善信大德、各界贤达人士来啊花园部落，共同来享受花园部落，啊这个最好的空气，钱买不到的空气。好，咱现在请啊彭村长呢啊为各位啊致欢迎。啊、大师，你好。我虽然有看过电视，但是姓什么？我姓张。啊，姓张啊。哎，是是张大师。叫混元大师。嗯，混元嘛。是是是是。对，欢迎你们到花园来。啊。因为我们花园村呢，自古以来哦，都是这样的。没什么好发展，也不是说没好发展。我在十二年当中当村长的时候，我有一个愿景，就是说希望能够外地的人能够来我们山上，但是我这边是找不到什么外地的来发展。还好有以前罗先生的罗老板嘛，地主就他有找到说我们要把这个山上给他开发。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谈过说，你那边如果说真的要到花园村来开发的话，我全力来配合。我今天又带了那么多人呢，真的，本来我不要下来，就是肯定是我们是有缘的哈。在山上做那个民宿了，自己做自己睡的，哦，本来不要下来，但是因为这肯定是有缘的，对我们花园村有缘。今天大家我都见面了，希望大家能够。我会随时欢迎你们到花园来，啊，当然了，你们有这个计划的话，当然，对，刚才张大师说，这是世界上的事情嘛，所以有人希望世界的人到花园来吸新鲜空气，我们真的只有空气，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富足，现在财产都不能卖嘛，没什么价值，只有空气，但是空气不能卖，啊，大家来分享，我非常欢迎你们，啊，谢谢各位，谢谢。空气呀、啊，啊，无上宝，啊，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有开示，啊，三寸气在，巧走百里路径，三寸气在就是空气，啊，没有三寸气的空气呀、啊，啊，任你再怎么样擦拭也难飞，啊，只有呜呼哀哉，所以这个地方呢，啊，是好山好水。一花开五叶，现在你们看，一，好，二，啊，三，四，五，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啊，做佛祖啊，啊，上帝啊，也都一样。啊，刚才你说。不想下来，是上帝把你召唤下来，有客人有朋友住远方来，
啊，彭是朋友的彭，啊，你我们在这里也是有彭先生住远方来，不亦乐乎啊，啊，在这里的规划，刚才我看了周围这个环境，这个台地没有用，非常的可惜。休耕了，我们成都在休耕。休耕，啊，刚才我们罗董事长呢，啊，他说能够在这里啊，用这个生态保护区、生态园区，好好来发动，应该会很好的啊，这个成果会有成果，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哈，只要我们谢谢你的欢迎，那我们就很高兴，啊，会回去会开始会规划，啊，怎么样和罗山林场啊成为一体的规划，啊，结合起来。好，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请杨教授呢，他我相信他有更好的这个规划呢，构想呢，请他为在各位啊开示一下。现在的人呢，由于这个工业化了啊，更进步呢，人的心灵越来越空虚。现在大家最讲究的就是养生，在这么一个好山好水的风水宝地啊，这是一个养生绝佳的地方。上人呢，今天来到这里呢，能够带领我们开悟更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地方呢，是成为一个养生长寿的一个好地方，啊，这是目前呢大家追求的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目标。我相信呢，在我们上师跟这个易经大学，还有这个彭村长呢，跟在地的这个结合呢，会开出一种非常灿烂的花朵，创造人间的仙境。谢谢。好，谢谢。